短剧。那这个小短剧呢，就是跟你们每天会吃到的蛋，还有那个牛奶，还有你们每天会吃到的饭有关系。对，所以就是跟你们非常的切身相关，然后大家可以等一下大家可以仔细的看，就是大哥哥跟大姐姐们昨天就是熬夜排练出来的哦。对，打起精神来看短剧。好，大概就是这样子。有一天有个农民，我把你身份暴露出来了。大家好，知道我是谁吗？可怜的农民就到了法院去找法官，跟法官申诉他的苦楚。法庭，在农民们跟中科跟环保署就在法庭上面产生了激烈的争执。不要吵啊！法官最后做出了判决。我判法庭无效。于是农民获得了胜利，非常的开心。但是环保署跟中科执意动工，不理会农民的困境。农民虽然胜诉了，但是他的土地跟干净的水仍然换不回。好，中科分为，就是它也是一个科学园区，但这个死鱼的这个地方是中科一期，在台中那边大理，大雅。
就是台中科的一期在那个大雅，所以就是在那个大雅法子溪那边有条溪叫法子溪，然后在那边摄影的一张图片，然后就是死掉的无锅鱼。中科抢走农业用水，将污染的排放，将污染排放到河里面，所以说变得是说，农民他们要灌溉干净的水给工业去用，但是他们能拿来灌溉的水却是工业排出来的废水，就是工业喝好水，然后农业喝毒水。比如说我们阿公阿嬷种的那些稻米啊，或是说种的一些蔬菜水果，都只能用工厂排放出来的水来灌溉。对，那就是那时候就是中国时报他们就是有那个就这样做这样子的报道，就是说那边当地农民都只能用中科废水灌溉，然后稻米严重受到了一些病虫害的威胁，然后田螺就是像我们刚刚提到那个福寿螺，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福寿螺呢？因为大家知道福寿螺吗？是粉红色的那一种，对，就是在中科他们那个农田里面啊，连福寿螺都不能活，所以我们就问当地农民说，那你们平常都受到福寿螺的那种危就是危害，那你现在没有福寿螺，你们作何感想？他们就苦笑说，其实也算是好事嘛，他们也讲不太出来。有个地方叫相思寮，就是很好听的名字哦。他们跟美浓一样，也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村落，很漂亮。然后因为他在那个中科开发的地区，所以他们那边农民他们土地要被征收。他们说他们日据时代以前就在那边生存了，所以已经过有的是过了在那边当地生存已经超过100年，什么清代时候就已经来了。所以他们跟在地已经产生很长很长的感情。虽然法院撤销了那个中科的那个环评，但是那个中科这个工厂还是继续的开发，继续去抢当地那些农民的土地跟水，还是继续把那个污染的废水排到农田去灌溉。外界的人看他们在抗争的过程，他觉得会说，外面的人啊会看他们说，其实你们都是想要钱，因为被征收的话有那个什么费，哈，征收费，因为你房子你土地他要征收你的，所以他会给你钱。那外面的人看他们在抗争，他们都会有以一种那个你们就是嫌那个钱太少，所以你在吵那个价钱的问题。那可是大家都不会想说，如果你自己的农地、你自己的房子被征收了，那你那时候心情作何感想？大家都没有想到这一点，然后只是想多钱的问题、利益的问题。